也是想修正佛法是吧？要去学习一下嘛，学习一下，了解一下，那就从一开始如果入门的话，学就是从经典啊，看经典啊，看一些佛学的开示啊，这种入门。但是要搞清楚你想干什么，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究竟是想成佛，我还是想健康，我是想快乐离苦得乐，我是想解脱轮回，我是想成就佛果普度众生，而是不一样的。就说哎，这个发愿你究竟想干什么，目标明确。首先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然后呢，对，身体健康了才能做点事情。OK。那就是说，一开始有的人说我没有那么明确目标，我只是想接触了解一下，先了解一下，看看我怎么样去走，没关系。那身体健康呢，就要首先要有法门修，要修经络气脉通畅。那你身体健康，你有禅定啊，修定力啊，修禅定。因为人的身体不健康，一个是心病，一个是生病嘛。那心灵的病，佛学就能解决。佛学的智慧。你觉得我修什么好？我觉得修禅定挺好的，就修禅定嘛。佛学里面不管是所有的法门，最终很多方法最终都要归于定态，因为定能开启智慧嘛，你最终还是要入定的。但入定的话，一开始以盘腿静坐是最好的姿势嘛，那你等修到有功夫了，那你行走坐卧都可以入定啊。修禅定，然后呢博览群书，什么都可以看，包括道教的、佛教的、气功。我真的看不看一些通俗的嘛，我们有易读门网站，你可以浏览一下我的东西也可以，就是推荐你。因为这个佛要，比如说我这推荐有佛教史啊，先从佛教史入门啊，看看佛教史，你对佛法大概有个客观的了解。还有它分很多派系啊，那你将来说看到南传，看到藏传，看到大乘，你就不会汉传，你就不会那么说哦，这个是怎么这样子说，那个怎么。你学了佛教时，你就会简单一看佛教时，你就这些都了解，还有它的派系啊。它毕竟佛法有2600年的传承，这么久远，就是说什么怎样的说法都有啊，派系也很多。你看佛教时就可以从佛教时开始要学佛，然后呢，学习佛法的基本概念，你了解很多经典在说什么，大概分小乘经典、大乘经典，这些经典是怎么出现的，他们在讲什么内容，分成哪几类。那么就你看一下我网站上的有学习佛法，就是基本的概念，还有修正佛法，佛说84000法门，它统摄在一些最主要的，比如止观啊、定啊这些里边。你大概一了解主要的，你就把这个脉络先理清，然后自己再决定我要学什么。就是说你通过看前边这三个，就是说佛教史、学习佛法、修正佛法，还有这些，你就把这些脉佛学2600年在干什么，这些脉络全理清了。就是一个俯视啊，然后再下来学修法门看经典，比如修禅定啊，然后看看经典。就是说你要是对这些智慧了解的话，这些智慧最低的就是身体健康。最低的了，你求的高一点，最低也能达到这个。如果只是为了身体健康的话，你要如果不求这么多智慧的话，那气功也可以，打拳也可以，什么现在就很多方法了。是吧？对，但是又想做点事儿你去跳舞都可以见个就是说，就一个身体，也想通过就是这种修法哈，修炼也好，就是好一点。可以，就是波览一些，就是就这样子修嘛。就如果从佛法，就最好是从佛教史学习佛法开始，就是这样子看，然后再看经典，然后学一个法门，就是坚持下去。就这样啊，学一个法门，比如禅定、打坐，就是我们推荐觉而不动，你觉而不要去被杂念干扰，只是保持一个觉，不着空相，不着有相，这是佛学最重要的，不着空相，不着有相，保持中道，然后中观，走中观的路，这佛学里很重要的一个修法，这样就会慢慢的修无分别的境界，而且。就禅定的很高的境界。观想一个什么莲花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我还没这种感觉。你感觉不到你那个法门不适合你吗？是吧？可能说他刚才那个就是说他们一下子就看到这个，看到那，他也能看到。那他们就适合修观想啊，通过观想啊去。但是观想也要不着相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他说看这个蛇，他就觉得有个蛇在那儿的话，他就干扰他了嘛。那看见的时候说，佛说一切有为法，梦幻泡影嘛，一切你就把境界观成梦幻泡影，就是现几个幻，你就当幻境，它有什么影响你？或者是
蛇就蛇吧，就像我们也在这做，也不影响他嘛，他不在意，他只是说很执着他那个境界才是影响他，他是境界影响他，对，是他执着了那个境界，那个境界就影响他，无所谓，那个境界就不影响他，是不是？其实你刚才讲了，跟他讲的这些，我都能理解。你没有这个，而且我也知道什么原因，对，你就不要去。他讲我也懂，因为他毛病在哪里，我也搞清楚。嗯。但是自己讲起来，自己弄起来就好像不太。因为你没有系统的学，所以你不能系统的了解。我觉得我建议你，我推荐你学习，就是从这个印度门网站上去系统的从佛教史从这样学。这个是最系统的，因为这些东西也不是我是释迦牟尼佛佛教史啊，学习佛法这个也不是每一个老师说，他是都是总结的佛陀的东西整理出来，你可以浏览一下，也不是那些东西不是让你去记忆，说是你浏览，你要看，你要想系统的了解这个佛学2600年的这些东西，你就要去浏览那些东西，但是就说不管你修不修，你要了解，对，将来才不会走得迷茫，佛法的法门很多，号称84000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哪个法门？你刚才说啊，我不能观想，那你有其他法门，是不是？